你们天天要的牛排终于来了，看看这牛排漂不漂亮？哎，老香了，看。小黄表演啊，这个品我要了一个多月了，终于给我货了，哎呀太好吃了，看这小肉筋，我的妈，太香了，来块肥的吧。韭菜花，蒜蓉辣酱，就这么一蘸。哎呦。这回品质好吧，家人们，你们想吃的明天下午的5点钟准时锁定我的直播间啊，给你们秒杀这好吃的牛排。还有肚包肉呢，看这品质，明天下午5点等你。